一讲赛车，一定有意外发生过。嗯，好，你有冇同就直接都讲，你有冇同死神擦身过？擦出冇冇 ，OK， 擦出冇 ，OK OK， 但系都真系好多时有意外。但系就好多朋友或者身边嘅人就会有遇到呢啲事啦，因为始终都系车都系比较危险，冇错冇错，所以就有听过好多呢啲故事啦。咁、嗯、其中系讲可能有关于有一个朋友啦，就其实佢就撞车啦，咁佢就好唔好彩昏迷咗啦，咁、嗯、但系佢昏迷就昏迷咗。好耐，昏迷咗一個月先至醒得翻咁樣。當佢醒翻就開始憶述翻，我哋問佢點樣發生噶啲事，點解會即係其實佢都比較係幾有技術嘅，咁、okay. 就冇諗過佢會可能喺嗰啲地方會出錯咁樣啦。咁、佢就開始諗翻起嘅時候咧，就講話其實佢。憶述翻當時嘅情況咧，就係話佢後面係有多一對手咁樣插埋嚟。哇！做咩？即係佢本來平時揸車，我哋咁樣揸噶嘛。咁佢就會覺得係轉緊個彎嘅時候，係轉極都轉唔到，跟住就話後面有隻手，見到有隻手扭佢胎啊！唔俾佢扭胎，系唔俾佢扭胎，唔系扭佢堂胎，系啦，咁恐怖，系啦，边度啊？嗰个地方知唔知喺边度？喺啲山路嚟嘅，山路系啦，就系郊区嘅，喺、okay. 沙田附近嗰啲山路咁。哇，咁即系想即系整死佢噶？我哋梗系唔敢同佢哋讲话，真系好似系呢啲嘢啦。咁、但系之后咧，佢哋系有叫啲师傅嚟帮佢去、即系化解啊呢啲事啊，令到佢初头嗰个情况可能冇咁好啦。咁令到佢之后咧就师傅。即係慢慢嗰、個速度進展得快好多啦，即係個康復情況。係，哇，咁好靈異喎！如果呢件事係啊，直情係即係攞命喎、啊。係啊，我覺得係都比較有少少驚嘅。聽完佢話後面有隻手咁樣即係扶住唐太咁樣，但當時佢一個人嘅啫嚇。係，係咯。咁你聽到呢啲，你又會唔會驚咧？因為你都真係賽車噶嘛，係啊，會有會唔會驚？但我賽車我唔會喺條街度賽噶嘛，咁、我都喺賽車場，但係反而賽車場上都有冇嗱，我自己就好彩，就喺賽車上就冇呢啲靈怪異嘅，但係似乎係有接近少少嘅咧，就係、因為我哋去賽車嘅時候咧，都比較啲賽車場可能喺。啲山卡拉嘅地方唔會喺個市中心噶嘛，除咗澳門咯、啊，係啦，除咗澳門喺個市中心啫，但係去啲山卡拉嘅賽車場嘅時候咧，咁通常咧。我咧就會同埋啲夥計啊、手足啊整車嗰啲人咧，如果佢哋整得夜幫我哋漏嘢整車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留低，主動留低陪佢哋一齊去一齊去整車嘅。雖然我冇嘢可以做到，但係我精神上係會支持佢。點解咧？點解？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班手足喺度幫你搏緊命，你自己翻咗屋企，翻咗去酒店瞓覺咧。咁其實好似佢哋又冇做落力咁落力啦。咁我又當係加油啊。平時有啲咩食嘢可以幫佢哋買啊，同埋打點啲一切咁樣咯。咁就變咗個士氣，大家都會好啲咯。咁所以我通常都會留到好夜嘅。咁試過咧，可能得翻你自己嗰個 team 嗰隊人喺度整車嘅。時候咧，其實出面咧已經係黑曬嘅，咁賽車場上面就更加唔會有人啦。又再特別啲咧，就係你知賽車場好少女廁噶嘛，因為通常都係男仔嘅，咁通常女廁咧就特別要去到好行到好遠，未必係喺你側邊附近嘅，咁就變咗你就要行去嗰個地方度。先去廁所，咁當時咧我都試過去自己一個人去廁所嘅，但係都唔知係心驚驚定係點啦，都聽到啲隔離附近嗰啲沖廁所、廁所咁樣有啲怪聲嘅，即係冇人明明冇人嘅，但係沖廁係唔係沖廁嘅，唔係一定沖廁，總之。好似閂門啊嗰啲聲咁咯，但係自己睇就冇睇過嘅，就係但係就試過係有啲咁嘅經驗咯，但係就
自此之後永遠都會找個男仔朋友同我一齊企喺門口先啊，唔好自己。嗰代邊咩咩咩場啊？喺大陸嗰啲啊？大陸呀，哦，大陸大陸嘅。哦 ，OK， 嗱，頭先講即係會發生意外啦，我哋都見澳門嚇，即係如果近近地。都有噶，另一彈出嚟嚇，咁就 view view 咁啊接走咗佢，係啊係啊係啊，咁樣都真係死過人噶嘛，係咪先？係啊，咁佢哋有冇做啲咩嘅？你知唔知？嗱，佢哋通常咧，如果呢啲咁嘅事發生嘅話咧，佢哋會係等啲夜晚啦 ，off side track 之後咧，冇等啲冇賽事嘅時候咧，就會去嗰度露製咯。真係會嘅。會啊，帶埋啲即係嗰啲師傅去。是去做一些祭祀的事都真的要的是是是因为我們即大家都知道突然间这样走再加上太快了是一夜一个弯一秒都没可能的时间这样就离开了他不知道自己走的没错所以我們都会看到有些路制但是又这样说我們说一下如果我們说澳门赛车的时候、如果澳门赛车的时候呢有些我們的車手又好 team 又好啦、他們會我們逢因為那個賽事是一個星期的嘛、就通常是星期四呢就會是排練習星期五那時候就會是排位、而星期六日呢就會變成是比賽的、通常呢我們星期三呢就會有車手會啦然後車手會那時候呢之後咧，就會成班車手或者 team 咧，就會去啲每個彎角度咧，就擺裝箱嘅。哦，係啦，咁就係呢個傳統咧，就令到嗰度咧就即係。的意思就是順順利利、可以完成比賽即好像派開鏡咁啫嘛。係啦係啦，即係拜神咯，拜神咯。哦，原來你哋都會嘅。係啊，都會噶。咁啲外國人唔信。外國會唔信咪就冇咯。就冇啦，即係啲華人嘅車手。係啦，華人嘅車手多。哦，咁就插埋啲彎位，或者會唔會知道邊個彎位嚇？咩葡京彎位咁啲嗰啲死過人嗰啲就喺嗰度拍嗰啲啊？多數都係喺山路上面嗰啲咯。哦 ，OK。嗯。哦，嗱呢個就係啲少少點樣講咧，入鄉隨俗啦，係嘛？有冇禁忌啊？即係賽車有冇話嗱？你哋咩顏色我唔搞噶嚇？或者咩款我唔搞噶嚇？咁有冇呢啲咁嘅禁忌？咁啊冇嘅，冇嘅，冇嘅。通常咧，如果你講緊呢啲咁嘅習俗啦，咁就會有係喺啲每個 team 啦，又係嗰句啦，又係喺。最練習之前，咁咧全部人咧就可能係有燒豬啊，或者係一啲燒味啊，就會喺正你個 pit， 即系 pit， 即係我個嗰、那個你入去裡面嗰、那個，你有個車房，咁、車房前面就可以望到天嘅地方咧、就會擺啲祭壇啊、okay. 食品啊，擺三支香啊，大家每人就會喺嗰度裝個香啊，咁樣咯，就會令到又係想件事順順利利啊，咁樣嘅意思咯。嗱、頭先我講到就係有啲咩顏色啊，或者有啲人會相信咩 number 我唔揸咁樣。我而家唔好講賽車先啊，即係就咁講話有啲人即係啲私家車咁樣啦，咁你覺得喺香港邊一條路，可能真係有啲車嘅顏色喺嗰度特別經過會有禁忌啊，或者特別容易出事，有冇聽過啲咩咁嘢？有啊有啊，就係新娘潭。就喺呢度啦，我都知道系嘅。因為真係好巧啊，咁即係同一個款嘅賽車。同一唔好话厂赛车，即系车啦吓，叫 model 啦，跑车啦吓，咁就同一款，而且又系同一个颜色，红色芦笋系啦，就喺唔同年份，相隔一年，但系喺同一个弯，系啊，你知道呢个意思啊？知，好出名噶，如果车界呢、這个呢件事就系啊，就同一齐又系，冇错，应该两个人，两个人系都系。就炒咗，唔喺度，系啊，都系同一架车。你哋听到呢啲会唔会心寒嘅咧？都有啊，都特别系，即系留意咯，特别系惊。但你都有飞呢条路噶，一定飞噶啦。有，唔好讲飞啊，冇飞啊。我哋系慢慢揸，由车可慢慢揸。okay, 好啦，总之我行啦吓，经过条路啦。咁你有冇 feel 过啲咩咧？feel 过，真系有，真
係啊，即係我有一次就係同朋友啦，佢一架車，我一架車，油車可以油到去嗰度啦。咁咧就未去到新娘潭嘅，佢咪中間有一個位咧係買嘢飲啊，有個有小食亭，有小食亭咁樣嘅，咁就有個即係入機嗰啲咁樣，有個位係裡面係泊車咁樣。咁嗰個位咧就諗住大家泊低，諗住可能就係買嘢飲啊，傾落車傾下偈咁樣啦。點不知突然間未落車之前就見到咁光嘅。哦，咁唔係當時幾點？一點鐘凌晨，凌晨一點，凌晨一點，已經冇乜冇車靜，冇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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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人，冇靜，好靜嘅。咁見到啲，仲要見到啲煙喎，點解要有煙？好似有啲朦朦地咁樣咧。咁就話朦朦地有煙，跟住就見到有啲好幾個白色衫，全白色啊，即係白衫白褲嘅人揸住一扎好大嘅香，就喺啲路度係咁插香咯。系啊，系啊，会唔会路滞咧？又咁跟住，我哋就望住，即系其实我同佢都系坐喺架车度嘅。咁我哋就电话联络就话，好似唔系好对路，不如我哋走咯。哦，系啦，唔系嗰啲系人啦，人嚟嘅嗰啲就肯定系人。咁但系就唔知喺度做紧啲咩事法事，要咁样插香法咯。系咪七师傅啊？又不是七夕嚟，即系唔系鬼节嗰个。唔系，我讲另一个嗰、那个七师傅咧，佢系啊，佢可能中意叫人哋喺嗰度露祭啊、冥婚嗰啲嘅，可能系咪？系啊，会拍、okay. 拍紧节目啊。唔似有冇 roll 机嗰啲噶？冇机，乜都冇，乜都冇，系啦，白衫，白全部人着晒白色衫、白色裤。哇，咁都几惊喎！系啊，虽然嗰啲系人，但你都会觉得佢做紧嗰样嘢，你都会心寒咯。不过我就会记得，好多年前啦，亦都听人讲过啦，系特登上去最阴嘅地方，有啲人系请鬼。哦 ，OK， 系啦，做啲法事或者系招来五方鬼魂咁，可能做啲嘢嘅。嗯，咁都出过新闻啦，年初一见到通地金文医治，系出晒新闻嘅，其实明白就系喺嗰度。即系做啲法事咯，哦，揾啲最阴嘅地方，所以我哋就突然间 feel 之后就觉得，此地不宜久留，系走咯。O、okay, K， 但系就冇遇到任何嘢，冇遇到任何嘢住。O K， 嗱呢个就系呢啲喺香港吓嘅比较出名嘅撞鬼嘅路啊咁样啦。咁飞鹅山又系其中一个，有冇飞过有啲咩感受？飞鹅山我咧就以前都有上下去咁样嘅，揸下车可能见下啲即系唞下凉啊，或者系倾下偈啊，同朋友，但系都冇 feel 到呢啲嘢。都冇，冇，你反而飞鹅山又冇，冥界唔会收到呢啲信息嘅，又唔可以咁讲。但系就算收到呢啲信息，我可能讲紧系比较细个啦，就去到可能讲紧十一二岁嗰阵时啦。咁咪发生咩？呢个就反而系最近，应该讲我接近灵异最近最近嘅一次。O K， 细个时候反而系啦，反而细个，但系你问我。我而家唔，我都我當時都唔驚嘅。當時我係瞓喺張牀上面，係瞓緊覺，但係咧係半夜嚟嘅凌晨嚟嘅。咁、就擘大咗雙眼嘅時候，突然間咧見到喺正，譬如我瞓覺啦，咁我喺正張牀，咁佢係 exactly 喺我上面，即係天花板。天花板打橫咗喺度，就望住我咯。嗰嚿嘅嘢係點樣噶？嗰個嘢都係白色嘅，咁、但係樣子我唔清晰嘅，冇、睇到係咩樣子，但係係女人嚟嘅，即係長頭髮嘅。咁頭髮抌落嚟啊？佢唔係咁驚嘅，即係總之你個樣係蒙睇唔到，咁、但係係長頭髮嘅，咁就。我望住佢，當時我唔識驚，我就係想望下究竟係邊個咯。咁、但係當我去想再起身嘅時候，冇噶啦，睇完噶啦，最精彩的部分咁啊停咗噶啦。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呢、這個只係每晚恐怖在線嘅精華片段嚟嘅啫。如果你都想睇曬嘅話，就非常之咁簡單，可以參與我哋啦，月費計劃啦，可以上翻去 admin.com。bigbigair.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声音咧就系30蚊，视像嘅40蚊，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50蚊。好啦，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想俾 cons 睇片集，
就買編集都是可以的。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 Big Air 嘅手機 app 嘅説話咧，咁你可以適隨轉變，中意編集咧就買 cons 睇啦。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為我嘅付費會員，你會睇得最多最恐怖嘅個案嘅。